嘿，各位小伙伴，大家现在好，是你们无敌哥，欢迎大家来到频道。那现在也到了下午的6:30了，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开箱，什么东西呢？就是做自媒体人最想得到的一件礼物，哇，那就是我手上这件同城达人的 T 恤。这不仅仅是一件 T 恤，也是今日头条对你创作内容的一种肯定。我们开箱看看长什么样。这是 XL 码的，我们换上看一下效果。那说到同城达人这个 T 恤的第一感受呢，就是非常感谢今日头条对我创作内容的一种肯定。那这个 T 恤呢，作为自媒体人来讲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算是离你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那同时呢，今天呢，我会把如何成为同城达人以及做同城达人有什么好处的秘籍呢分享给大家。那第一点呢，就是发微头条的话，你可以领取到今日头条给你的官方的一个奖励啊。单条的话，我的经验啊，只要破12000，在你所在的地区一定要发你所在地区的热点内容了，就会给你奖励5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加入到同城达人的社群里面，你会认识更多的同城达人，然后丰富你的这个社交圈。其实做自媒体的核心了，我也觉得是社交，不是把自己关起来一个人在屋子里面闭门造车，认识更多的朋友，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产生更多的连接。那这是特大的好处。第二个呢，就是分享一下如何成为同城达人的秘籍。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找到你所在的城市申请同城达人这个开通权限。那我会在手机端这里看手机屏幕，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演示。那这里也附上我们开通了同城达人地区的一个列表，没有开通的就暂时先等一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单月一定要有20条的优质内容。据我的经验了，就是你在发文的时候一定要附属你当地的地区名字，然后再发你的内容。那只要破了，根据我的经验啊，只要破了12000的这个阅读量了，基本上你会可以达到优质的内容。那当然了，在这些发图文过程中呢，你经常会获得什么20、30万这种阅读量。当然这个也跟粉丝有关系啊，如果你粉丝前期很少的话，我希望你通过这个呢也能增加你的粉丝。第三个呢，就是一定不要异地跨区域发我们的微头条，你要发了微头条之后，最后你申领服装的时候呢，你是领不到的啊，所以说一定要在自己的当地发微头条。那最后呢，再次感谢今日头条啊对我的肯定，以及看视频的小伙伴们，你一定要行动起来，人至贱则无敌，一定要去践行，你也会变成更加优秀的自己。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请大家点赞、关注、加分享，我们下期节目见。